本想借一个冷门赛的无人直播间点广告，月入20000以上，起号们不死号，独家最新防风技术。这个赛道就是戏曲赛道，可能有90%的人没有做过刷到过这种直播间。这种直播间比较容易做数据，而且直播间非常好起，因为听戏的都是年龄稍大的人，他们进入直播间之后就不走了，而且给点赞，有的一听就是一听一天。咱们在这种直播间挂的小雪花卖课程，还是收益还是很可观的。课程包括这个项目的解析、项目的转变及变现方式、直播间的实操搭建、辅助解析，以及包含这个软件和素材都详细的讲解。啊，三节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楚，包括素材有提供，啊，资料有提供，对的，还有这个提供的软件有提供，还有这个辅助的解析也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需要百城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人直播间点广告，就可以下载百色教程了。